这圈法兼妙理尽在一呼吸，就是圈法的所有大道理就在一呼吸之间。我们之所以能变换，就靠呼吸；我们之所以能有力量，也是靠呼吸。引阳平衡也靠呼吸。心一把习成之后，就能达到无招胜有招的武学境界，心随意动，见招拆招。